各位观众，今晚的节目已经圆满结束了，但是香港的舞蹈才刚刚开始，希望大家由过去的70分钟能够了解到香港舞蹈的蓬勃发展和年轻人对艺术的热诚。只要你愿意投入这个舞蹈世界，无论是为了兴趣而接触舞蹈，还是想将舞蹈变成你的职业，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乐趣，让你的身体、生活、生命充满着真、善、美。下一届香港舞蹈节再见。